下午好。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 BananaProof，是我们字节开源的一个 AI ASIC 的基准测试优化跟生态整合的一套方案。然后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来自字节 ML 机器学习团队的俞明辉，我现在在字节负责就是 AI ASIC 相关的工作。然后这次分享主要会分成三个部分。一个会介绍一下背景，也就是什么是 AI 专用芯片，也就是 AI ASIC。然后第二个是动机，就我们为什么要做 BananaProof。然后第三部分就是会大概说明一下我们自己这套方案的一些办法吧，就解决哪些痛点。好，然后先来看第一部分。然后第一部分主要会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 AI 专用芯片，跟为什么现在就是相对而言比以前受到更多的关注？然后，首先就是要先回答一个问题，它叫 AI 专用芯片，就何为专用？它为什么叫 AI 专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然后其实专用这个概念是相对而言的。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图就是左边的 CPU、GPU，我们被称之为通用的计算芯片，然后它可以跑得负载更多一些，然后虽然性能差，但是它可以跑 APC 啊，然后图像渲染，还跑一些复杂的逻辑控制。然后右边那两个其实相对来说就会专用一些。然后我们讲 AI 专用的时候，其实更多的会讲最右边那个就 ASIC，对，因为 FPGA 主要会在产品验证阶段会使用，就量产阶段很少见。然后从最基本的一个特征上来看，ASIC 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它的能效比会比较高，因为简单来讲就是它 AISC 的底层的硬件控制逻辑没那么复杂，所以它可以以更低的功耗来实现相同的算力性能。对。然后我们来可以看一下一个例子，这个是 Habana Gaia 的一个推理卡的一个架构图，Habana 现在被英特尔收购了，对。然后可以看到右边最右边那个架构图其实比较简单，相比于那个 GPU 的那个 CMT 架构，它已经是相对简单了。如果按颜色来分的话，它其实可以分为最上边的 GIM engine 跟底下 TPC 跟中间的一块 shared memory 是一个50兆的 SRAM。然后算力构成方面，其实主要就是 GIM engine 跟底下 TPC 来提供算力。然后主要算力是由 GIM engine 来提供，底下 TPC 是作为一个非成像类算力的补充。然后在AI 专用方面可以看到，它对 TPC 的指令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比如说可以做一些超大指令，然后 sigmoid 跟 gru 这样的超大指令，对，这个操作也比较常见了。然后它的那个 AGU，也就是它的递子生成单元，现在是按照 tensor 的访存形式来设计的，对，它可以我们常见的那种访问方式是把一个多维的地址变成一个线性地址，然后它是可以帮你去按 tensor-like 那种 addressing 变成一个线性地址，同时帮你去 check 每一个维度是不是存在越界。对，然后这个是一个就 AI-ASIC 的例子吧，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然后现在就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现在为什么会越来越流行？难道现在通用算力不够吗？对。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就是，这张图是神经网络发展的一个大概过程吧。对，可以就简单来讲，就是三个阶段，然后每一个阶段其实都跟算力的供应量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然后现在第四阶段可能就是 ChatGPT 带来的大语言模型。然后，这个图是来自于那个就 AI and memory wall 的一个 block，对，你可以看到那个，这张图其实红色的线是 transformer 类模型现在训练需要的算力每2年增长的趋势跟摩尔定律的发展，然后红色的线跟灰色的线已经显示出一个很大的剪刀差，然后同时我们又知道摩尔定律其实是就是 somehow 是反映着我们半导体制作工艺的一个发展，对吧？就是我们能往就是硅上面放多少个晶体管。然后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依赖于传统的半导体工艺的进步来满足 transformer 类算力的需求的话，可能赶不上。对。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相对而言ASIC 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就是除了现在 NV 在供应链上很强势之外，我们也需要更多元的算力供应，对吧？然后通过牺牲一些通用性来换取性能的提升，就算力的提升，对，跟价格的降低，来做更好、更优质的一个算力供应。对，这也是目前我们比较关注这块的原因。然后我们第二部分就大概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 bulletproof。这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实际观察到，就是虽然 AI 专用芯片就被关注的很多，但实际上落地的比较少，就这是我们自己在业务上发现的点。然后我们就是探索了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状吧，大概总结了这么几点。然后一个是产品的抉择很难，就是选择产品很难，这个点可能用 GPU 同学不是很难体会到，就是怎么选一个产品还有什么难的。然后第二个是它的不可控性高，就是你用一个 AISC 比你用 GPU 显然是风险更高，对，然后适配成本也会更高，然后不透明性也会更高。然后我们就分开讲吧，就四点挨个讲一下。然后首先产品难会难在哪儿呢？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图是唐山博士2019年汇总的一张 AI 芯片全景图，然后可以看到那个最左边是一些科技巨头的一些产品，就是科技巨头，然后那边是中国的一些 startup，然后世界范围内的一些 startup，然后你相比于一加 NV，然后你想在这些公司里面选择出他们的产品哪个符合业务的需求，然后最终引入他们，我觉得光是做这件事情就很难，对，就是选一个产品就很难。然后它的不可控性高在哪儿呢？就是首先我们大家想一下，就是因为引入一个新的硬件产品，它往往需要跨部门，然后从业务提出需求到系统部、中台部做支撑、做适配，然后再到采购部去谈价格，然后采买 PO，然后买进来，中间的周期会很长，可能短的话3个月，长的话可能有9个月，这要看货期。然后中间是不是业务会迭代？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关注的那个业务场景是不是还存在？然后如果不存在了，换一个新的业务场景上来，模型换上来，那这个你选择的产品它是不是可以满足业务的性能要求？如果不满足，那它就会产生一连串的沉没成本。对，然后适配成本高其实是说的是跟 CUDA 的生态相比，一般 ASIC 他们，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开发者生态嘛，其实是很依赖于人力去做开箱性能的优化的，就是他们也没有那么通用性，比如在模型 A 上面跑的一个，相比于对标产品可能1倍或者2倍的就是性能比例，但是在另外一个业务场景上面可能就只有0.7、0.8，但其实这不意味着他们跑不到那么高，只是说他们得为这些场景做一些开发，依赖人力开发。然后额外开发的部分其实就比较好理解了。从你的硬件监控到硬件适配，你平台流程的适配，这些都是需要额外开发的。相比于CUDA 的那个流程而言，然后不透明性其实是就一脉相承的嘛，因为ASIC 一般都比较依赖于自己软件站，而且这些软件站都是封闭的，对，不可能会给我们看的。然后如果出现业务上性能不达标，或者说精度有问题的话，我们很难去脱离开硬件厂商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一块儿是，对，会造成一个不透明性很高的原因。好，然后我们回到第三部分，讲一下那个我们自己的解决办法。我们先看一下那个 bulletproof 跟 emmerproof 的一个对比吧。对，就是emmerproof 其实是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供应商委员会主持的一个评估，它比较注重的是一个公平性，对，结果的公平性。然后它的测试级更新的比较慢，而且它其实是一个头尾约束，中间的过程其实是不约束的。然后 bulletproof 其实就相对就每个点，就是我们是一个纯用户方，就是站在业务的视角来做的评估，对，就业务方就是用就用户方来主持。
然后我们是一个纯粹的效果导向的，就是不会说，不接受你们的黑科技，就是只要能做出来业务接受的效果，我们都接受。然后我们的模型会更新的很快，然后会紧跟我们的业务需求跟 SOTA。然后在那个过程方面，我们是会约束每一个阶段该做什么，但我们不约束这个过程你的具体怎么做的。对，大概的区别是这样。然后其实这就会引出我们 BIANPROF 的三个特点吧。对，一个就是透明跟可复现性。对，透明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会约束过程，对，约束你在哪一个过程里该做什么。但我们不约束那个具体实践，然后这样的话，同时我们也会审核他们的代码，就是我们会留他们的 backend code，然后来保证他们的 code 是 make sense 的。然后结果的可复现性其实就是我们会要求每一个提交 report 的 vendor 来提供一个可复现的环境，我们会复测，然后保证你在相同类型的模型上面是可以复现出这样的性能的，比如是一个 ResNet。的就是 Touch 的一个版本，跟我们自己写的一个 modeling 出来的结果是类似的，不会出现很大的偏差。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这套评估流程一开始就是脱离于我们自己的生产场景，就我们是完全 follow 我们自己的生产场景而把这套评估过程设计出来的。对，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刚提到的，我们的测试集会频繁的更新。对，哎，我们其实也很 open 接受。其他的就是感兴趣的方，感兴趣的用户来提交自己的一些那个业务诉求。然后首先就回到这一点，就是选择难，我们做了一个硬件大盘，对，硬件大盘。然后这个是来解决那个选择难的问题。然后这是我们大概收集的目前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一些产品吧。但是它不会包含现在市面上所有的产品，就是我们一个是因为我们本身会有一些约束吧，就是我们面向的场景还是云端，就 data center，对，所以一些偏端边的产品我们不会列进来。第二个是说有一些我们可能觉得现在还不太成熟的产品也没有列进来，但是不是说那个没有列进来产品就不好啊，我们只是需要时间去收集，对，需要收集跟更新这个大盘。然后，如果那个从选到了一个，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或者感兴趣的产品之后，可能下一件事情就是拿它跟我们现在在使用的产品做一个直接的对比。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硬件对比的功能。然后这个图其实解释的就是说，假设现在我们业务上用的是 A30，对，然后现在感兴趣的是 GraphQL IPU C600。那可以拿这两个直接做个对比，对，看一下它哪些维度上面的优劣，对。如果就是从对比上面感觉还可以的话，那下一步其实就可以去我们的评估列表里面看看它有没有感兴趣的业务场景是已经评估过的。对，如果已经有的话，那相信可以就做一步，就跟厂商做进一步的接触了。然后数据集更新方面，其实就是我们比较。open 吧，就是业务需要什么，我们就评估什么。对，这个是我们现在列出来的那个，就是三大类，其中红色圈出来的部分是我们称之为常规基础模型，然后列了代表三个方向吧，CVNLP 跟推荐广告，然后这三个是每一个 vendor 提交报告的时候必须要提交的，就是也就是说这三个模型如果不支持，入门门槛就达不了。对，然后中间的那个是。我们自己观察到的，也就是字节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一些模型，对，就业务上。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 SOTA 模型，对。但是这个 SOTA 模型可能，不会是特别 SOTA，因为比如说像 GPT-3，我们拿不到，然后特别大的 70B 我们拿下来，TLS 也放不下，对，所以会有些代表性的，比如说 LLaMA 2，它有一个最小尺寸的，就会把它抓下来。然后想提一点的就是说，我们其实不支持，就是不仅支持现在已有的这些模型的评测，然后其实 BIANPROF 它是可以，支持自定义的评测的。对，就是如果你的模型不在这些 list 里面，你只要构造一个，按照我们的方法构造一个 workload，其实是可以去评估的。当然，我们也很欢迎，就是大家去把自己业务上面就是常用的模型给提一个 issue 或者提一个 PR 给我们，然后我们把它加进来。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会那个，就说到的那个定义接口开放过程的过程。然后 OK，然后看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 BatonPerf 的一个框架，对。然后比较值得说的可能就是那个里面提到的那个，就是 task zoo 跟 runtime backend 跟 compile backend。然后我们这样设计的原因其实是类似于在模拟我们一个 AI 业务的上线流程，因为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们一个模型从训练出来，把一个模型 checkpoint 导出上库，打一个版本的 tag，然后等到什么时候业务迭代的时候去做优化压缩，然后上线，对，然后上线之后就会用到这个具体的一个模型的 runtime，然后模型 runtime 前面又包括一些前处理，然后模型的运行时加上模型的后处理，这样子一个流程。然后我们就是按照这样子一个实际上业务使用范围来，就是流程来使用的，对，来评估的。然后从那边大概的流程图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 workload 其实就相当于库上的一个模型，然后 compile backend 呢就是模型压缩的过程，然后 runtime 就是实际上业务的模型运行时使用到的一个代码，对。然后我们评估方法也是会搭一个 local 的 server，然后用 client 去发。压来测，QBS 跟那个 latency，对。然后，我们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打开双面的黑盒子，因为我们自己跟厂商的接触过程中就发现，厂商有时候会瞎猜，就是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然后他们会去做这个做那个，然后跟我们的业务诉求不 match。然后我们自己这边呢，因为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框架，对，也没有统一的接口，就是导致我接 A 产品的时候需要人力去撸一遍，然后接 B 产品的时候要去撸一遍，然后也没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方式去了解，这个硬件具体怎么 work 的，对。然后我们其实做这个，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做成一个业务侧跟厂商侧的一个桥梁吧，一个 bridge，对，把这个两边给连起来。然后最后一点其实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我们以效果为导向，是接受厂商黑科技的，对，也就是我们自己常说的，就是 ROI 驱动。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例子是Albert 在三个 backend 上的一个评估结果，然后可以看到就是画红圈的这个 SPU，它的 QPS 相比于其他两家是。遥遥领先，对吧？1万多，比千级别，对，差了一个数量级了。然后，我们就会很好奇，为什么它可以做到这么高？那我们就往下看看，然后找到它的一个，就评估的细则吧，就是细节。然后可以看到，哦，原来它是用了 Int8 跟 BF16 的捆精度，然后同时它是一个 Sparse 的一个网络，就是它把一个电子网络变成了一个16-bit 的稀疏化的网络，然后它。在做这个事情的同时，又保证了 F1 score 是，没有掉太多，就87，对，没有掉太多。然后它的 QPS 可以达到，1万多，对。然后很多人可能就会好奇，就是，你把一个混精度的加稀疏化的结果跟一个 dense 的算力的一个结果放一块儿比，是不是不公平？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想说的，就是我们并不认为在优化压缩过程中，就是用的技术是。就是直接用技术来否定它是不合适的，我们是应该以结果为导向。就假设我们在 Airbird 这个业务上面，我们业务最终关注的就是 F1 score，就是一个分类的一个精度或者怎么样，那它就可以吃到 QPS 10倍，就相比于其他家这个1万多的 QPS 收益。但如果它关注的是数值的漂移，就假设说这个 Airbird 后续接的是一个还有下面的流程，那它就会关注一个就是数值 diff，那这个。就是这个 SPU 它的一个就是明显不合适，因为可以从那边看到，它已经跟 CPU 的一个 baseline 差别太多了，对。然后我们其实最后想说的是，BatonPerf 其实它虽然是一个基准，但我们希望它不只是一个基准，我们希望它其实可以做到评估即生产，就是你评估的结果是一定可以，就是迁移到你的生产环境中的。然后呢，也希望在评估生产中沉淀下来一些知识，对，就是大家怎么更高效的用 ASIC，用 AI 专用芯片，然后最后也希望可以形成一个大家一块儿来建设如何在业务方使用 AI ASIC 的一个社区吧，对。
然后最后可以给大家秀一个来自厂商的反馈，对，这个是一家英国公司叫 Graphcore，他们接了 Bamproof 之后给我们提的一些反馈，对，他觉得就是 Bamproof 在他们产品打磨方面、跟客户推广方面、跟市场推广方面都起到了一些正面宣传效果，所以我们也希望如果在座有来自厂商的同学，如果那个可以跟我们联系，或者说跟我们一块儿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对。好，然后最后就是一个 Q&A 环节，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